有没有见过这种带脚的鱼？吓人哦！有爪子的鱼啊！Hello， 朋友们，这海蜇是餐桌上一道美味。有好多朋友私信我说，如果说你徒手解剖一个海蜇的话，我会给你点两个红心，然后给你加上一个关注，看你直播，真的假的，老铁？给点两个红心，加个关注，咱们一会直播赶海了，十个人路过，有一个红点亮红心，咱就知足了。这是猪鼻子啊，顾名思义是猪身上面的鼻子啊，其实它是竹节针上面的鼻子，哇，这么长，捏在手里面还挺有手感的。我知道你们不会给我双击的，但是我还得要，万一你们就给了一个呢？关注朋友们，每当渔船靠岸，渔民大爷卸完货以后，咱们来到这里，或多或少都会发现渔船上遗留下来的海鲜。也不知道是哪个朋友给我带来的好运，居然发现了一条八爪鱼。是翻手点亮红心的你吗？还是默默加了个关注的你呢？来了，朋友们哈，我正在挖的这个东西啊，我也不知道叫啥哈，我问了度娘，度娘也没有结果。如果你们要是知道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哟。还有哈，我要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也想开直播的话，就给我点个赞，加个关注，因为这样的话能给你的账号打下基础，早日开通直播权限。